Daddy, 妈咪，我们一起说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嗨，中秋节快乐！今天是周末，然后呢又是中秋节，所以呢安贤来超市买了一些东西，带去奶奶家给奶奶爷爷做一些咱们的中餐，然后呢还有月饼，过上一个中秋节。杨女婿他们在外面都着急了，在车上等着我呢，不能让他们跟着，让他们跟着的情况下啊，得一个小时都出不来这个超市，所以我自己啊就比较方便。走了走了走了，这几天都在阴天中，然后今天天气很好，白云朵朵，看看到奶奶家了。哎呀，看这树叶都黄了，多漂亮，就是喜欢这种深山老林的感觉。这边就是一个大农场，经常会有一些牛在这吃草，爷爷奶奶都在外边等着我们呢。好，到奶奶家啦，下车。哎，看我们来了就开心到不行。这个是我朋友的儿子，他妈妈出去办事情了，所以把他送我们家了。Blue，Blue， 你有没有想我呀 ？Are you miss me？ 已经把所有的食材都已经准备好了，来给朋友们看一下，来，三文鱼。还有胡椒，还有大蒜粉，还有这个什么叶，这样一烤就很好吃。然后这儿呢是鸡蛋炒青椒，这儿是牛肉，等一会儿牛肉炒一个芦笋。然后呢这儿就是黄瓜，等一会儿凉拌黄瓜。这个呢就是芦笋，这个呢就是切好的土豆丝。已经是2点多了，现在我们来的有点晚了，到奶奶家都已经是1点多了，开始吧。你喝的啥呀，乖乖 ？Root beer， 好喝吗？他妈妈喝一口尝一尝呗，来，尝一尝。我爷爷奶奶都在外边，带你们去外边转一圈儿哈。哎，看看爷爷奶家的院子，那很喜欢花，看到没有？全部是吊兰。咦，看长得多好，看这一棵长得更好。哈尼，他妈的花多好。3点了，开始做我们的晚餐，等着出锅的效果。第一道菜，酸辣土豆丝，哎，看着颜色挺好的啊。第二道菜，凉拌黄瓜。第三套菜，虾仁西兰花。第四道菜来啦，牛肉，这个叫啥，芦笋。鸡蛋蛋花汤也好啦，青椒炒鸡蛋。Can you move some room for me, honey？ 三文鱼也好啦，咋样？滴滴滴答。我们的中秋晚餐。好的，开始我们的晚餐。我们一起说 Daddy 妈咪，我们一起说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耶，好，我们开饭哈。洗碗机省很多事情。吃饱饭了，看看这几个小孩吧，在院子里多了一个孩子，我跟你们说，都多了很多的声音，然后呢就是更热闹一些，你看他们就玩的好像更丰富一些。布鲁也跟着开心到不行，安瑟琳忽然间就感觉他长高了，忽然间感觉长个大孩子一样。 Good girl，吃饱了。She's so smart. Do you think she ever gets confused at school or no? I think no, mommy. She's so happy about at school. Hello. Blue. Blue. Is she crazy? She wants to take you home. You wanna go home with me? Yeah. Why are you looking at me like that? Look at your ear. Come on, go home. Say bye-bye. I'm staying with mommy.
Blue singer 啊 ，Crazy Lady， 拜拜，走吧 ，Persephone。You want take a blue go with you? 晚安 ，Sunny。Good grandma hug. We need to go home. Good grandma hug and a grandpa hug. We go home, daddy. What is it? Also, a cupcake. 别人带的月饼，我们都吃饱了，吃的甜点。Bye, mama. Bye, mama. I love you. Thank you so much. You are welcome. Happy 中秋节。Hi. 中秋节快乐。Daddy, can you say 中秋秋节节快乐乐耶。妈妈，妈妈。